纯真的笑容里带点傻气，他是沈庆胜，出生时缺氧导致重度智障以及轻度智能障碍。他高中之前没有用过任何辅具，那我们请智能治疗师进来评估，班上同学给我很多灵感，那大家也很愿意去帮忙他。帮忙他的同时就发现，哎，小孩不管他是在自己动作能力上面有所进步，那在人际互动上面也增进不少。在学校，庆顺如果移动，小天使就会马上出现。蛮快乐，对啊，就可以看他这样快乐成长啊，还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啊、跑啊。下课的时候都可以陪他，他不会立刻可以教他。同学天天陪着他到操场练习走路，想出各种方法训练庆顺的肌耐力。三年来，庆顺从坐轮椅到推轮椅，扶着同学的肩膀走，一步一步走得更稳也更远。谢谢同学陪我一起跑步，谢谢老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阳光下，三个人竞走，庆顺不必人扶，脚尖拖着地板，鞋子磨开口了，他的笑容也更灿烂了。大爱新闻潘玉珍、郑瑞平，台南报道。今天是立冬。